女孩子漂亮只是一时的，就算阿姨有钱，还是无法满足你视觉上的生理需求，马上找回初恋的感觉。兄弟，你会猝死啊！初恋的不在了。上次说找男朋友就要找帅的，就有男生留言纷纷问我，那挑女生是不是也要挑漂亮的，还是要找个有钱的阿姨 ？Nice， 都不对啊，因为男人本身就是视觉的动物，女孩子漂亮只是一时的，就算阿姨有钱，还是无法满足你视觉上的生理需求。好像很有道理。你会过得特别压抑，特别不开心，所以你听好了，找女朋友啊，就找那种不常化妆的。要是她偶尔化一次妆，跟你出去，你整天都会自信心膨胀，特别开心。到了晚上，你们的关系又能瞬间升温，特别刺激，马上找回初恋的感觉。但你要是敢找那种经常化妆的，但凡她不化妆一次，兄弟，你都会猝死。女孩子漂亮只是一时的，就算阿姨有钱，还是无法满足你视觉上的生理需求，马上找回初恋的感觉。兄弟，你都会猝死啊！是装出来的，但他长得帅是装不出来的。越丑的男生越是容易见一个爱一个，懂吗？那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如果没有天生的优势，往往会更具有攻击性。男朋友一定要找长得帅的，像吴彦祖、刘德华这么帅的男生，为什么这么专情？因为男生长得帅本来就很受欢迎，他们选择权很多。Boy， 所以他们世面见多了，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，就会特别珍惜，特别专一。那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如果没有天生的优势，往往会更具有攻击性。也就是说，长得越丑的男生越是容易见一个爱一个，懂吗？所以女生一定要学会主动去追长得帅的男生，就算他对你的好是装出来的，但他长得帅是装不出来的。即便你一吵架，看他那一张帅脸，你也不想吵了吧？那你看到一个衰脸，只会越来越生气。所以不要认为长得帅的男生会很花心，你没有安全感，他们什么都吃过，反而会不稀罕。恰恰是那些长得不帅的，没有尝过荤腥，反而饥不择食、啊。是装出来的，但他长得帅是装不出来的。越丑的男生越是容易见一个爱一个，懂吗？